球。那还挺能跑，我操！我闪现没闪进去呀、啊。我本来有点想，感觉他会那个回头 Q 我，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敢回头 Q 我。然后我已经拿到了一血。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我操，连爆四刀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夸张？打到人身上还不得爆炸？
动，随任而行。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他是不是闪现了？怎么突然就拉到我了呢？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他瞬移了。突然好像飞到我脸上来了，我反正没看到他闪没闪，闪了是吧？这肯定是这里有眼呢、包了呀。
所愿。开战吧！中路单杀了，这么厉害！跑出又漏了一个，单杀了还支援下路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怎么会有一个豹女的？我说她怎么突然上来了？啊！本来准备追的，被标到了，不敢追了，直接被面具烫死了。我想耗一下这个塔的血线，不然你看老是推线，他守线推线他守线，这样没用了。我想拆这个塔，这波应该是好机会，豹女可能会来是吗？来就死。象征现在走两步啊，反正他来了，我应该跑不掉，就这里。
随便打，哎，我想砍死两个的，操！你打呀，全是残血。哦，可惜。我猪猪是打完了呀 ，ADC 也打死了。上上上上上！
富贵险中求啊，偷！这个风险很大。时间跑这么快吧，我三件一速装，跑的当然快了。跑得再不快就没道理了呀。说诺子会不会闪现杀我？闪现，嘿，有没有闪，恨死我了！哎，想杀我？哎，又是我！诺子已经红温了。